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枸杞是养生界最常见的补品，作为药食两用的药材，它早就被收录在中国药典中。枸杞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指出，滋肾润肺，抗肿瘤，保肝，治虚安神，明目驱风，延年益寿等作用。下面随51养生小编一起来看看吧。现代研究表明，枸杞果实中富含枸杞蛋白多糖、天然维生素 C、 胡萝卜素、甜菜碱、抗坏血酸、烟酸、亚油酸、钙、磷、铁等多种营养成分，可以作为药材用于临床医学，也可以作为滋补型食品，是男性养生的首选。当男人的雄风受到威胁，很多男性朋友都会选择枸杞入药，调理肾虚、早泄、肾精亏虚等健康隐患。今天给大家盘点的是几个治疗肾虚的中医膳食小偏方，对于补肾有很好的效果。老中医，枸杞这样泡水，肾虚不难扰，媳妇偷着笑。枸杞这样搭配补肾最给力，斗龙之五克大片最佳。枸杞15粒，红茶2克，用温水闷泡5分钟左右即可饮用，可以反复冲泡至无色无味，服用一周把肾虚问题补回来。优点，从根本上解决男性肾虚、早泄、娇妻酸软、尿频尿急和脱发等问题，能帮助男性分泌雄性激素，对于提高精子的质量和活性、加强肾脏的作用有非常重要帮助。健康养生，肾阴虚、肾阳虚都适合常用，对男性前列腺也是极好的养护。补肾粥配方二：天门冬粥。材料：天门冬、粳米、冰糖、枸杞。做法：将天门冬洗干净之后放入锅中煎煮20分钟之后取出药渣，留下药液，将粳米放入药液之中煮粥，等到粥好之后加入少量的冰糖、枸杞，稍微煮一会就可以起锅了。建议患者最好能够每天早晚的时候空腹服用，这样效果最佳。功效：这道食谱具有很好的润肺滋肾的作用，非常适合哪些男性由于阴虚火旺所引起的早泄或者是性欲亢奋的情况。另外，生活中如果出现了一些尿少还有口干舌燥的情况，服用这道粥品也能够很好的调节身体。补肾粥配方三：山药粥。材料：山药、枸杞、粳米、白糖。做法：将山药清洗干净之后去皮切丁备用，将准备好的粳米放入开水之中和山药丁一起熬粥，等到九分熟的时候加入冰糖、枸杞，搅拌均匀之后稍微熬煮一会就可以起锅了。功效：无论是男性或者是女性出现了肾气不足或者是肾亏的情况，服用这道食谱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健滋补效果，令身体快速恢复健康。